高兴可以来到 Line Me。 对对，鬼鬼，我们最近真的太常见面了。对，真的，因为鬼鬼最近很忙，所以他你会在各个不同的平台上一直看到鬼鬼的身影。没错，不过我们都不会看到你，因为你太可爱了。谢谢你。对，今天又来到这边呢、啊，因为你看哦，我们要好好的跟鬼鬼来聊一下了。好的，你是不是也很喜欢用直播？对，没有，他其实是那种。因为你才最适合直播，你知道吗？对，其实是那种人前人后都一样的。但是我呢，今天就最近有一个结论下来，就是我是非常适合直播的人。对，但是对于经纪人是一个困扰。对，因为经纪人不能上来说停，现在停，因为直播就是干嘛。对，所以他们对我来讲，其实我也是觉得蛮开心的。对，因为直播呢，我就是想做想干嘛就什么，但是经纪人就会在后面捏，他会一百把冷汗。对，所以鬼鬼就是这样，他就是很可爱。虽然但是呢，因为呢，我们一般电视都会通过剪接，可是直播等出去就出去了。没错，你也很有可能在某一次的直播看到鬼鬼在桥底哭。哎，我真的有哎、欸，真的假的？我昨天就是，反正最近都很多的直播，对，就是真的闹出非常非常多的糗事。超多，好，那你随便讲一件糗事好了。那尺度有点大，最近呢，就是去一个平台直播，对，然后呢，我要 call out， 对，后来这件事情我都没有在这边讲过，就是那时候我 call out 给那个周汤豪，然后呢，不小心把他的工作人员的电话给。哦，工作人员的电话打给刘德飞在啊？对，因为我要先打给宣传台，因为他刚好在工作，他自己不能接，所以我打给宣传。那大家都以为那支电话是周汤豪的电话啊，周汤豪快要疯了。对，你跟周汤豪的工作人员快疯了。对，应该是周汤豪的工作人员快疯。喂，我不是周汤豪啦，你买个卡。然后后来他们在工作的场合下呢，电话爆炸，真的假的？然后当下我真的对周汤豪非常不好意思，这样真的很过分，因为人家周汤豪以为他的工作好多、哦，结果都是打电话来找他。对，所以当下我真的觉得对他们的公司的人很不好意思。然后我一直说、oh. 周汤豪，对不起，对不起，我说真的不是故意的，因为全部人都以为那是周汤豪的电话，殊不知不是，透过监督那不是周汤豪、哦。因为那个直播的过程中，我们都在笑，我们根本就没有听到那个电话被扑，就是在离我麦很近，然后就播出。出去了，然后还有一次直播，对，还有一次直播呢，我把工作人员都变成了舞龙舞狮。你刚刚那个还不严重，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对，其实我觉得我今天非常适合来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的直播经验，因为最近真的太多太特别的事发生在我身上。说舞龙舞狮。对，然后我就去拿我的宣传人员的外套，然后就把工作人员披在我的后面，我们就绕场绕了很多圈。然后再扮演舞龙舞狮，然后全部工作人员都疯了。然后我经纪人听到我说我不在，你到底做了多少事？对对，每天要直播的时候要把你用链条绑起来。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尽量直播，就是他们还是会让我去，但是他们就会告诉我说你要自知一点，对，自己注意一点。但是好像也没用。但是你对大家来说，我们都好想看你的直播、哦。对，我很高兴今天可以来这边直播，就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常常在这个平台直播。哦、一定有机会，因为 Yuki 就坐在下面 ，Yuki。你好，总裁，以后我可以常常来直播，而且他的直播最精彩了，有的时候可能会丢不知道掉出来呀、啊。这个不会，哦，这个不会，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会。那年好，今天年好，今天有，今天不是年 new bra 啦，今天是内衣，无肩带内衣。无肩带，哎呀，他台上讲的细花，哎呦，直播嘛，我来看一下。对，无肩带、okay. 没露出来，没露出来，花色有点老哎。不行，今天穿白色的啦。好了好了，鬼鬼他就是一个这样子，就很真性情，所以其实他直播是福也是祸。对，工作人员这样的解答是非常的好的，对，也会有点，有点大家有点会娘娘，对不对？对，但是其实因为现在是一个直播非常流行的，对，所以我觉得直播可以看到很多人的真性情跟真实的反应，我觉得是很好的。对，反而是那种你知道吗？因为有些哦，真的是，你有碰过就是不好 Q 的，或是那种台前台后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现在这边说是谁吗？不行不行。好，那你等一下偷偷跟我说。真心话大冒险才可以。好，就比如说那个有些人就那种，哈，大家好，我最喜欢小动物了，一转身开始打狗，这个太可怕了。不适合，说哦，粉丝们真的辛苦了，一转身摆脱合够烦的，这种直播就播出去了，这种双面人不适合直播，像鬼鬼这种就对，好，所以双面人，所以今天我来这边的定义就是双面人不适合直播，对，要很 real 的，对，就是真的很。
台前台后比较像的人才能来一样和一样是的。而且鬼鬼其实你不要看他像这么可爱哦，他其实在韩国那一段训练时间真的很辛苦。我最近才看你的专访，你在专访里面就哭了耶。哪一个专访我哭了？鬼鬼的专访啊，因为那是他们亲就是到韩国访问我那第一天，然后他们就问我问题，然后就说那你有没有想说。其实那时候我的情绪是最紧绷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训练三个月对不对？对，但是那时候是第一个月，第一个月，然后是准备拍第一支 MV 的 Sugar Rush 的时候，对，然后每天练舞，每天练歌，对，然后人家访问到你，对，我就因为他就问我说，那你有没有觉得最想讲的事情？对，然后我就心血来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不想要在大家面前哭，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想要博取大家的同情，但只是这件事情就是我想做的事情，而不是要做给大家看，是我先从我出发想做，然后再做给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对，让大家知道你是一个认真的小女生。而且她是从不会跳舞，也是从智障开始。对，我刚出道的时候其实我是完全没有舞蹈经验的，然后从黑社会，然后到后来拍戏，到后来发片，对对，才一点一滴的累积。鬼鬼真的是一个，我觉得也是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然后他很希望大家可以有就是保持自己所有的东西，然后勇往直前。如果你有梦想，一定要尽量完成，千万不要放弃。哎，你还是有正经的一面的。对，我是有的，我是有，还是有正经的一面。因为今天就是我觉得也算是，如果说我是个励志故事，我就是要。当然不能开玩笑把这件事情跟大家说，就是希望大家有梦就去追，然后爱要及时，对，不要怕。而且鬼鬼那时候说啊，他说拍 MV 隔天要拍 MV 好像就是要结婚一样紧张。你现在拍完 MV 了，也是一个已婚人士了。那我现在开始走了。哎，别，你已婚人士？那你老公呢？你那个时候我们结婚，老公还有老公那时候在韩国舞台表演的时候有跟他见面到，觉得很开心，因为其实隔了三年没见吧。对，哦，这么久了。对，2013到现在2017。2016，对，2016，所以是三年没见。然后这次在回归的，他们回归的舞台刚好是我出道的时候，然后我就刚好跟他们见到面。但很可惜，因为他们要上台表演，没有多聊到几句话。哎呦，但是看到就很开心的啦。对，但是你可以推荐那个玉泽演说，因为现在啊全球都可以下载的，你介绍玉泽演下载。泽演下载那个 Line Me 哦。对，那他可能听不懂，他要讲韩文。你要哪会讲这个？欧巴。欧巴 ，Like me， 当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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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me，Like me，Like me， 当落。为什么我好像泰国人？当落当落 ，Like me，Like me，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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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泽演的韩文要怎么说？韩文，欧泰根，欧泰根，欧泰根，欧巴，欧巴，当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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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世哟，请当落，请当落当落出世哟。Next time， 当落出世哟，康恩 next 出世哟，连线出世哟。连线，请连线。连线的是连线出谁哟吗？请连线呐、啊，连线出谁哟？他们我不会讲那没关系，就管他的。连线出谁哟？我们要说到连线这个很重要的 key point。对，现在我们没办法跟玉泽演联络，是我们可以帮你玩梦，这就是一个圆梦舞台。刚刚我们你还没来之前 ，Yuki 已经在这边圆梦舞台了。那我可以圆什么梦？你可以圆你想要你跟谁连线，你尽量跟我说。你有没有什么偶像？我想要跟 Top。Top， 你说 TOP 这个嘣嘎嘎嘣吧 ，Yeah， 嘣吧 ，OK， 你真的有去韩国训练吗？没有，那是让大家笑一笑，随性。但是我觉得 Top 今天可能他最近有点忙，可能没办法。但是我觉得我想要请到我心中台湾的偶像，你看看台湾，我心中的目标跟偶像是九令蔡依林。九令，对，但是他最近应该也很忙，不知道他会不会来。他好像在忙着忙着做翻糖蛋糕哦，希望他可以来到现场。我们会有机会吗？我们看一下公圆梦的舞台，我来看一下。哎，蔡依林如果有看的话，就可以直接连线喽。好，大家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墙上的画面。哎，蔡依林吗？蔡依林怎么来了？九令姐姐，九令 ，Hello， 九令 ，Hello， 哇，这就是蔡依林啊！会换衣服吗？哎，要拉长。他是，这是顺好像是我熟悉的人，这是不是取笑顺？他是诱人诱人，诱人，哎呦！但是他的咀嚼肌有点大，对，而且他这个鬼好可爱哦，这是我吗？对，我们今天大家看旁边的一幕，天哪，哎呦！
线了，可是我们现在离线，该怎么办？哎，怎么这样？会这样？他会不会突然就在现场？不要吧，这个他应该在家里跳吧，因为这是一个。但后面有 Line 的那个哎、欸。完了，我觉得有。完。各位，我有不祥的预兆。怎么办？我有不祥的预兆。有人说我要丢拖鞋，丢拖鞋，丢拖鞋。哎、欸，这个 Line 有那个，请大家请这个人离开的机制吗？有吗？没有，没有这个机制，只有自动关掉的机制。哦，停播啊，可以下架。停播会怎样？我们要下架了，我们要下架了。我觉得不要，他在想，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各位，反正大会已经快到尾声，你们想离开可以赶快离开了。就，我在跳。Oh my god！ 等一下，我觉得他好像有点要接近我们了。你有觉得这个声音越来越近了吗？啊，死定了！顺哥，顺哥也要一支麦克风。掌声欢迎蔡依林，才怪。哎，大家好 ，Hello， 现场各位大家好，我是诱人。诱人，诱人，哦，你是诱人。刚有像吗？九令，我跟你说，我要跟大家讲，因为我昨天看到 Rundown， 诱人说他要来扮蔡依林，我跟他说，诱人，我真的觉得你不要，因为你真的脸真的不像。然后他说 ，Come on， 我跳超像。可是我说你脸真的不像，脸就是他可能要去多打一点肉毒啦。对，脸就是妈妈给，就是天生的，没有办法啦。不过我觉得他今天非常用心，我必须要好好的说一下，他的发型刚刚弄的真的是非常之久的事情，很夸张。然后他那个外套呢，我觉得是真的也蛮像，而且你去哪里找来这么大一双的高跟鞋 ？Oh my god！ 而且拜托你腿毛也刮一下好不好？啊对啊，而且里面穿的是什么、哎、学生裙，恶心。因为你们知道，刚刚他最后一点那个蹲马步的 pose， 如果我下去直接看到安全部，那你现在蹲蹲看，这个场合不是蹲下蹲蹲看，我现在下去就是一个学生妹啊，他上来就是蔡依林，他学生妹。No， 好，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可能 maybe 对诱人这个名字还有一点点陌生，但是你一定看过他模仿唐丽琪的时候的那个直播，他就是传说中模仿唐丽琪那一位。不信的话，我来问一下他的运势。好，唐老师，我想问一下，我是上升星座落在双子，然后我想问一下11月的爱情运如何？哦，双子座上升又到了我们直播的时间了。双子座呢？我看一下。你到底是蔡依林还是唐丽琪？大十字。不太好。但是呢，可以转运，你只要心态改变一下就可以转运了。那个，我的上升是？哪里？上升在哪里？对对，30岁。上升是天秤、哦，那我最近的爱情运怎么样？对对，天秤座就是像你最近就是这样的，非常美丽有气质，就是话要少讲一点哦，而不要讲话就看起来会很有气质哦。OK， 那我今天就先不说话了，拜拜。不要这样，我现在死不回答。唐老师，你这个不用做星座运势，我们用看的也知道。唐老师讲出来了，对我们这样子，你这样子就比较自在了啦。你真的不要，好了，就变回正常的样子吧。好了，你用诱人跟大家打招呼，好不好？好，嗨，大家好，我是诱人。嗨，诱人，诱人，我们这是没有掌声，你看，好了，先回家好。好啦，诱人也很辛苦，因为他刚刚是从上一个空通道赶过来的。是的，谢谢他完了我的梦想。真的有吗？是毁灭的吗？这是场面话啦，因为必须还是要讲一下，因为他毕竟还是大男生，穿了这么高的高跟鞋，然后还画了这么浓的眼线，我必须还是要称赞他一下，就是很谢谢他。但是我完成你梦想，我真的很努力耶，而且就是练舞练歌都。好好好，那希望下次你可以把真的九令蔡依林起来。对，他不耐烦的。哎，不过诱人，因为诱人其实他真的是在圆他的梦想，他是为了来看鬼鬼的。对，鬼鬼的粉丝。其实之前就是直播的时候有碰过面，然后有访过他。可是今天来的时候，我今天看到他，我还是很开心。他说我今天很有气质。对，他今天一见，我想说哇。所以上次见到我的时候不太有气质。因为他上次一见到我直播的时候，直播，他就直接把我假发拆掉。然后我就想说，好啊，现在来真的是不是？对，直接拆假发，我说好来真的了。可是他进来，我觉得啊，
有啦，女生。明天的场合不同，所以不能随便把你的假发。那是对，不能随便乱发。可是你看今天这个场面其实蛮特别的哦，一个是鬼鬼，对，一个是诱人，对。那两位其实现在都已经是明星了，可是呢，鬼鬼是从传统我们电视出道的，对不对？是的，爱黑社会，没错。可是诱人呢，他就是从网络爆红嘛，对不对？你看你那支影片，还有在他在车子里面唱复古歌的影片，已经破450万点阅率了呢。不同的领域的明星，对，所以可是一开始大家都说他是网红，网红，现在就变成是一个当网红遇上明星，会擦出不同的火花，我觉得。对，那我们也要来问一下诱人，因为你毕竟也不是从我们以前正规，我们都说哎呀老三台啊，或者是说从选秀出来的、啊，鬼鬼是从黑社会出来的，大学生里面出来，你是从网络上出来，你现在开始有这些主持，有表演，那你是这样怎么定义你自己？是网红呢，还是明星，还是表演者？其实我觉得现在那个界限是，其实对我来讲是有点模糊的，因为其实不管我觉得不管是被网络上出来被大家认识成为网红或者是艺人，我觉得其实大家现在网络就是一个趋势。那我其实还是觉得我自己是把自己定义就是一个表演者，然后不管你是被大家定义是网红或艺人，我觉得就是最重要还是你不管做什么都要做到位，到位精准，对，就是还是要把好的表演带给大家。所以，我觉得就是定义这个东西，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把好的东西给大家看到。而且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其实很快，如果你够有实力，其实很快的可以把那些东西散发出去。网络无国界，对，嗯，刚刚看你这样用这么正经的用自己的方式讲，好像大家已经渐渐快睡着。可不可以用唐立奇的方式？唐立奇的方式跟大家分享直播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好，有请唐老师，你怎么看直播？其实直播这件事情哦，就是要真实的自我，因为现在大家不喜欢就是骗人啊，所以要展现最真实的自我，比如说吃饭啊，或者是看我的星座周报也很好啊。对啊，老师最近有瘦了吗？最近没有，因为最近写书的关系，其实是爆肥了这样子，所以头发还是要遮一下，是遮一下啊。老师，你的脸应该是不是爆肥，你是出车祸了吗？老师，可以回去修一下。就是诱人的脸太大，对，脸这么大。好，我反正我们今天呢，你看我刚刚诱人也来跟我分享了一下了，对不对？是的。然后鬼鬼也有这个深刻的感受到诱人，你看你这样会不会觉得有危机？你看他的影片450万，我不怕，因为我们是不同领域的人。你不怕，可是他点阅率很高，而且我出道比较久，真的吗？嗯哼。可是他不怕扮丑哎。不，他本身就长这样。那给你。没事，我还是有屹立不摇的人生，那我打不死的蟑螂。但是你之后会愿意跟我一起玩？不愿意，不愿意吗？那我走了，拜拜。没有人拉他，没有拉你，拜拜。我这样好了，因为。哎，你要这个走才精彩啊！不行，他来了，我们钱付了，我可以让他马上走。也对，对不对？有签约的。好，这样你们两位都在，先留着。好，不然这样好了，就是一个是网红，一个是明星，我来比较看人气，好不好？好，我们现在一次一样，把手机拿过来。现在看到诱人的时候，送的跑车多，还是送的灵车多？也太大了吧！哎，有灵车这个选项吗？目前没有，是不是？有灵车。没有啦，送跑车而已啦，吓死我了。好，我们就看一下，看谁获得的礼物比较多，好不好？所以现在先看我是不是？我们先从，好啦，那个不，你甘蔗道德师比较好。好，那他先甘蔗道德师。等一下他的那个比较多，我就好。现在看到他是。Hello。从哪边可以看到东西？这边可以看得到。Hello， 打开后，大家好，我是诱人。1万多人呢，现在1万多人。Hello， 大家，你们在干嘛？你现在要5颗钻石，4颗钻石。你们是要看钻石还是灵车啊？现在是钻石，现在是钻石。你要把你平常直播的样子。哎，有人说要我哎。Hello， 大家好。那诱人的妆容有点吓到我。管你何为钱为我配。有感觉吗？没有，大家都说我要鬼鬼。怎么办？怎么办？现在抬头纹好像有点明显哦。你不是抬头纹的。有人说诱人，拜拜。鬼鬼怎么这样子？诱人好棒，有人说诱人好棒。谢谢。好棒，时间来了。谢谢。还有时间，还有西瓜。想想，你真的是想想哎。想想。哎，还有魔法棒哎。魔法棒好棒哦。在楼下。我也想要魔法棒。
好好，哎、欸，好。鬼的粉丝也是很多、欸，鬼的粉丝很多，南瓜炸弹，南瓜炸弹哎、欸。哎、欸，等一下你们是说你们想看鬼鬼，还是说你长得好像鬼？想清楚好吗？那你好不？无礼貌呢？你好不？无礼貌。但是我是真的第一次头发梳这么干净啊！真的，没有人 care。OK OK， 拜。好，拜拜。用人不错，曾经有一台保时捷。好，接下来换鬼鬼啦。刚下大家哈。哎、欸，怎么下？哎呦，好多鬼掉下来哦。是我吗？好，换你。好，现在鬼鬼的时间。Hello， 麦蜜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鬼鬼吴英杰，有吗？变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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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哎。Sugar Rush。Sugar Rush、欸。好多鬼啊！甜蜜烟火无法挡。哎、欸，有吗？哎呦，哎，可是你还没有跑车哎。哎、欸，我没有跑车，我要输了，快给我跑车，快点给我跑车。现在有多少人在看呢？从哪边看呢？这边左上角。跑车两万，变两万了。可是跑车已经开走啦、啊。哦，那个有很多台可以送，好吗？哎，跑车出现了，跑车跑车，耶、yeah, ！有人那个 Yuki 送我 Yuki 送跑车，他送我跑车，被发现了。Yuki， 你会偷作弊 ？Yuki 会大狗啦！你偷作弊？两台了。哦不，哦，还有人别人送我跑车。哇！哇小巨星，国巨小巨星，牙小巨星，国巨唱国巨，啊，好多，怎么会这样？天哪，保时捷又有了，真的呢，开不完了，开不完了。啊，等，小心小心，你的画面，小心你的画面有人啊，过来一点，过来一点。有人送我，有人送我爱心飞飞，哦，可爱哦，这么爱，好了，那就靠，不用比了啦。好，都给你送了，都给你送。真的，没关系啊，没关系，我们在。下次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我们就在没有鬼鬼的场合，好，那我先走了，不要，我们手机先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反正呢，继续直播，我们还在这边哈，而且我刚掉出好多鬼，而且他刚走的时候你有拦他哎，怎么了？因为他走的时候你不拦我哎，因为时间差不多了，你都别下来了，对呀、啊。四年多，你要待多久？好荒唐哦！哎，你信不信你现在走，我们真的不会来的。不要这样子，我就想要看看这个怕，就是好。那你说你先走了，好，我先走了。那就要真的走，先走了。好，拜。谢谢友人，谢谢友人。好了，我们总之呢，就是非常谢谢我们友人是从网络爆红的，然后有回归。谢谢。那我觉得两位呢，之后我们都有机会再在路上看到两位吗？有机会，有吗？嗯，可能有。那有机会看到我们三个在同台吗？还是最后一次？可能只有我跟你。OK， 那他诱人其实，你蛮适合在那个 Live Me 有一个自己固定的节目，叫诱人的小 Live Me。小 Live Me 吗？对，小 Live Me， 你可以想看看啊，就是来跟真的唐一小时来 PK 一下，你就可以讲那狗戏，可以模仿完世界上所有的名人。对，那你们愿意来就是上节目吗？当然愿意，你要给钱啊！你人好好，神经病哦，干嘛单单？就是你讲节目好啦。好，我们这边非常谢谢两位，谢谢露露，谢谢麦蜜，你们两位哦，好，那可以一起手牵手下来吗？好啊，两位彼此偶像哦，谢谢，拜拜。